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第六，正教甚深。勤守菩萨寄诵第四首。清凉大师注解注得比较多，开示我们学习了之后啊，确实对我们用功啊有帮助。后面他引用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公案，我们把这个文呢念念啊，文不多。禅宗六祖共传私欲。愿助学者明心殊胜啊，这个四句话清凉写的啊，清凉跟六祖大师同时代的人啊。六祖对于这首句这首偈很重视啊，我们知道六祖大师不识字啊，当然有人念给他听啊，肯定是的啊，有人向他请教，把这首偈念给他听啊，他听了之后一定是给大众啊开始啊，而且嘱咐大家啊要重视这首偈啊，所以在禅宗里面共传私语啊。那么清凉大师提醒我们啊，希望我们学教的也要把这首偈当作座右铭来看啊。禅宗所修的不是禅定啊，这一点诸位读禅经就晓得了。禅宗修什么？直接修般若波罗蜜啊。你看禅经一展开，六祖第一句话啊，就叫大众总修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。这一开端呢，第一句话了，就把禅宗所修学的宗旨说出来了啊。禅定是方法了，是手段的，目的是开智慧啊！啊，所以禅修学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这讲的多清楚，多明白了啊！禅是以明心见性为修学的目标，教下呢？净土呢？给诸位说，没有例外呀！我早年亲近李老师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，
跟他老人家了一年三个月，啊，也就是15个月。啊，我离开台中的时候，啊，台中的同学有很多人呢问我，啊，说老师对你很赞叹，你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不练法，我把我13个月学习的心得做了一篇报告。啊，可我的报告啊，是用表节画出来的，好像一共有3章，就是3个表节。曾经跟老师啊，陈给老师看过，啊，得老师的印口，然后啊，那个时候是用油印的，啊，印了大概有20-30张啊，分送给同学们做参考。啊，主要的呢是第一张表。啊，第一张表里面呢，我还记得我写的时候，一边呢是明心见性，一边是往生净土。啊，老师看了一看，点头，啊，叫我拿笔，我就把笔拿给他，他把这个求生净土啊画一个箭头，指向明心见性。啊，我这个表他就加了这个箭头，圆满了。告诉我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还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我当时对于这个就没有能说清楚、说明白。啊，老师提醒我。我们修净土中的，在没有往生之前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不但亲近阿弥陀佛了，同时还亲近十方诸佛如来啊。这个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啊。哪有不见性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明心见性呢，才是我们修学终极的目标。啊，那么要明心见性呢，一定要破无明。所以是破一片无明，见一分真性呐。啊，无明是什么？无明就是妄想。妄想是什么呢？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。诸位想想，这个事情是难的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可能不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菩萨能够做到不执着、不分别，但是还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呐。啊，纵然是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，确实没有了，起心动念呢，还有前身差别。啊，那么什么地位把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呢？以华严经来讲，摄心为菩萨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才是六心的，这个第六段是六心位的菩萨了。啊，摄心位的菩萨了，这个
执着、分别、妄想啊，前面两个是断掉了，妄想扶住了啊，起心动念呢有这么深的定功，把它扶住了啊，并没有断了。这个境界呢，就可以出离十法界了啊，诸位晓得，出离十法界。就往生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华藏是一真法界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，一切诸佛的十宝庄严土他生那里去了啊，虽生到十宝土啊，一切诸佛如来的十宝土啊，他到哪一个佛呢？他跟哪一个佛有缘，就到哪一个佛土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得。啊，所以亲近哪一个佛，那你常常要跟这个佛结缘。我们今天目标锁定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，常念阿弥陀佛了，那将来到哪里去？一定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吗？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事实真的如是啊！啊，记住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么这个世间的事情你想想看要不要放下呢？决定要放下啊！这个世间呢就是轮回啊，六道轮回啊，你要不肯放下吧，换一句话说，轮回的心你没有断了，轮回的业你也没有断，轮回心造轮回业嘛。那个轮回是什么呢？就是执着，就是分别啊。那我们还要不要执着呢？啊，不能不执着啊，不行，执着就是轮回啊。所以与一切事出世间法啊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通通不执着了啊，自私自利不执着了，是非人我不执着了，名闻利养不执着了啊，五欲六尘不执着了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，这样才能出离六道啊！啊，出离六道才算你这一生有成就了。所以出离六道啊，没出十法界啊，所以是小成就啊。佛法里面讲小果啊，啊，出离十法界。那才叫大成就啊，这明心见性是大成就啊。虽然是这个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没放下啊，所以你不能证大果，只能证小果啊。可是今天我们真的功夫从哪里做起呢？我们要从放下执着做起，执着放下之后再放下分别三个一起断，那不是凡夫啊，那是佛法里面讲
上根立志，慧能大师所说的上上根人，这三个一起放下，上上根人啊，真的佛门里面常讲的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妄想分别执着是三把屠刀啊！只要放下了，他就见性了。啊，慧能大师24岁放下，他真的这三种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放下。所以他明心见性啊，那么他的成就，在华严经上讲呢，是初住以上，初住破一品无明，破二品无明呢就是二住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是这样的境界。六祖能大师在一生教学当中，他的弟子当中，开悟的，就是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，43个人，这在中国佛教史里面，空前绝后啊！六祖大师以前，这个祖师教学弟子们开悟的没有这么多。六祖大师以后啊，这些开悟的祖师大德传的学生啊，学生真正开悟也没有这么多。现在没有这个现在没有了这一句话，我不敢讲啊。我是听谭虚老法师讲的。谭老在香港弘法多年。香港这一些著名的出家在家的大德，大多数都是谭老的学生。他老人家讲啊，在他的一生当中，禅宗所开悟的一个也没听说过，不要说是看见了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得禅定的呢？这个话说得很中肯啊，得禅定的初禅二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过，开悟的一个就没有了。得禅定不出六道轮回得初禅生初禅天，得二禅天生二禅天，四禅有18层天的，得禅定呢到那里去了，禅宗大德诸位都晓得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到哪里去了？斗率天去了，不错，斗率内院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亲近弥勒菩萨去了，等到将来弥勒菩萨下生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
成佛，这衔接第五尊佛出世。啊，那么这批人会跟到弥勒菩萨一起下来，啊，做弥勒菩萨的学生，啊，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出世之后啊，这些目犍连啊，这是迦叶尊者阿难呢，这些弟子。那弥勒菩萨什么时候下来的？啊，诸位一定啊要看《弥勒菩萨下生记》的。啊，他现在在斗率天呢。斗率天的跟我们这里有很大的时差。斗率天的一天呢？是我们人间400年啊，斗率天一天呢，人间400年呢，啊，斗率天人的寿命4000岁，你去算算，啊，一天等于我们400年，一年也是360天。4000岁，啊，我没有算过，啊，可是经上讲呢，算到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时间呢，好像是56亿7000万年。有人说，弥勒菩萨现在已经成佛了。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在灭度的时候，灭度之前教导我们，四依法了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我们才不会上别人的当啊，被别人误导了。啊，四依法里头头一个，一法不一人，啊，法是佛在经上讲的，啊，弥勒上生经，弥勒下生经，啊，经上说的，我们要依靠。如果别人说的这个跟经上说的相违背，我们不能相信。这个一定要晓得啊！四依法第二，一义不一语啊，要懂得佛讲经的意思啊，不要执着言语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你看前天我们这个问答里面啊，就有人提出来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这么多这个本字啊，5种原译本啊，这个3种汇集本啊，还有1种这个接要本啊，彭吉清的。有人说要依这个，有人说要依那个，啊，这个都是什么呢？执着在言说文字，啊，佛教我们一义不一语，啊，语言记录下来就是文字，啊，所以文字提供我们参考，你要依里头的意思啊。啊，依他的理论呢，依他的方法了，这就对了。所以9个本子都好啊，啊，只要你真正有信心，啊，这些本子都是劝你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
念到万缘放下，念到身心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，你就能往生啊。啊，你要还执着这个，执着那个，分别这个，分别那个，岂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吗？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能往生。你看你这个伤害多大啊！这是什么？放不下了啊！要放下啊！我们对于哪一种本质都尊敬，为什么？都是佛说的吗？啊，怎么能不尊重呢？啊，五种缘一本，我们都尊敬。啊，戒本跟这个慧戒本，我们也尊重。那都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他们慧集把五种这个缘一本都读过，都详细去研究过。啊，极其大成啊，供养后学啊，对于净宗弘传有大功德了啊。这个第一个会记王龙书居士啊，《往生传》里面有他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也有他的传记。他是站着往生的啊，《龙书净土文》前面有一个画像啊，龙书居士站在那个地方，手上拿着念珠，那是往生的像。站着往生，如果慧集是不应该的，是错误的，他怎么能往生啊？那他应该要堕三途，要堕地狱 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说话要负责任 啊！自己误了自己，情有可原啊！你要再影响别人，误了别人，你的罪过就重了啊！所以这一法不一人，一义不一语啊，意思对了啊，话多说少说没有关系啊，长说短说都行啊，不要执着啊。你看看第三句的是以了义不以不了义啊，什么叫了义呢？什么叫不了义呢？啊，了义不了义是相对的说法啊，它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不同啊。你比如说禅宗根性的上上根人啊，他以金刚经，他以般若经了义啊。那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，我们要是以金刚经以般若经，就是不了义。为什么做不到？不能成就啊。净宗这个无尽一论我们喜欢弥陀经，依弥陀经修行，身心清净，妄念不生。弥陀经对我来讲了义。那无量寿经我有疑惑啊，这么多本子到底哪个本子对哪个本子不对，那我依他的时候呢，就是不了义。你看看四义法里讲的多好
啊，所以说通了啊，问题就没有了。通了是什么呢？所有一切法门全都是了义。不通的时候啊，那个了义就是契机，契我自己的机，对我来讲就是了义。但是契我的机啊，未必契你的机，契你的机啊，未必契他的机。这个道理要晓得啊，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啊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。有人喜欢吃咸的，有人喜欢吃甜的，有人喜欢吃辣的。个人味道不相同，口味不相同，佛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，所以说了八万四千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是一个法门，这《金刚经》说得很好。啊，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法法平等呐，法法不二啊。啊，那是什么通了？啊，到什么时候你才进入不二法门呢？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心，就入了不二法门了。啊，不但佛门里面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不二。我们看其他宗教，啊，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新旧约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，啊，中国儒家、道家的经典，我们要问：我依照那些经论修行，能不能往生净土？我给你答复，肯定得生。啊，任何一法，你要真正研究通达了，都进行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啊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哪一法了，就包括世间一切法。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不通的人呢？祖师爷说呢，哪一法是佛法？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华严经也不是佛法。为什么呢？你迷在里头啊，你死在字里行间啊，那就不是佛法。啊，无量寿经、弥陀经也不是佛法了。想想古人讲的这个味道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我们做一个总结：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还坚固的执着。没有一法是佛法。宗门教下了，贤教、密教啊，都不除这个原则啊，所以我们在晓得修行呢，当以智慧也啊，他这里还是用比喻啊，智慧赞啊，这个钻水取火嘛啊，住于一境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住于一境就是一门深入
这个原理，学习的原理，无论是宗门教下，没有例外的，一门，你才会有深度，不可以学两门，两门什么？你就分心了，一定要一门深入，所以四弘誓愿呢，是教我们的学习纲领次第，首先教你发愿，我的愿心跟佛没有两样，佛的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一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这个度就是服务的意思，就是帮忙协助的意思，一切众生我无条件的，我为他服务，我帮助他，我协助他，帮他什么？为他服务什么？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佛菩萨的事业，帮助他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他不就成佛了吗？他本来是如如佛吗？那用什么方法呢？教学吧，教学为先呢，教学，佛叫做三轮，圆满。这个三轮是讲身口意，意识心，心与道相应，身与戒律相应，口与经教相应，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！就是佛天天在那里教导我们的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这是教啊！现这个身在世间，是给人做榜样的。这个身干什么用啊？教学用，不是为自己啊。要做一个佛的样子，要做一个菩萨的样子，要做一个觉者的样子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就做出这个样子。你看，世间人追求荣华富贵，释迦牟尼佛的示现，已经得到最圆满的荣华富贵，舍弃了，放下了，妻子儿女放下了。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了，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为什么这个东西放下呢？这东西不究竟，
啊，不是真正好东西。啊，真正好东西是什么呢？清心寡欲。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世间法里头找不到一样东西能够跟它相比啊！啊，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谓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他把那些不正常的享受统统放下，取最高的享受啊，取真正快乐的境界啊，这个乐。不是苦乐之乐，苦乐的乐是相对的，相对的不是真乐。啊，苦乐两边通通放下，真乐啊！啊，他示现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学佛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。啊，通通都放下了，我们今天还要去争，那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契入经教之后才晓得，那个念头是轮回心，那些事轮回业，我们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。那就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轮回业舍掉，轮回的心也舍掉，心就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性心清净，则生实相”，实相是真智慧。啊，舌相住于一境。啊，这个一境是什么呢？无上菩提。啊，无上菩提很难讲。这个是佛门里面的境界，讲不出来的。啊，跟这个境界相应呢，就是住一真法界。啊，我只能这个说法。虽然他示现在人间，实际上他住一真法界。示现在人间，人间一切他丝毫都不染。罪一方便身啊，这方便是方便才能教化众生啊。这个钻水取火啊，应该是这个，好像这是钻呢，它有个绳子拉到的，那个钻。我们在图画里面看过，实际的我没有看过。我在澳洲看这个土著啊，这个钻木取火啊，他是用手钻，用手搓，啊，他不用绳子，啊，手搓当然是很累很辛苦，啊，如果用绳子的话，那就方便多了。啊，反正是绳子，现在绳子也不用了，现在又科学技术发达了。现在钻钻东西用电钻，
啊，炼藏我们是常常能看见的，啊，很坚固的水泥啊，都能够钻穿。啊，方便是讲其用，善巧方便，啊，巧是巧妙。善是恰到好处，啊，不过分，啊，也不是不及，啊，恰到好处，称之为善巧。方是方法，啊，便是便宜，啊，用现在的话说。最适当的方法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最适当的方法了，不是一定的，啊，也是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事不同。那，这个方法呢，一定是与人、时、啊、处、事。通通都能做到恰到好处，这叫善巧方便呐、啊。善巧方便是智慧的运用啊，没有智慧呀，就没有善巧方便啊。智慧开了，才真正有善巧方便。善巧方便在佛法里面。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？啊，具体表现呢，就像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；应当给他说什么法，就说什么法。这叫善巧方便。这是真实智慧呀！啊，佛法里面常常用这个医生呢、大夫来做比喻。啊，佛是医王啊，大医王啊，这众生都是病号啊。啊，这些病号去见大夫，大夫给他把脉，大夫给他开方子，每一个人的处方都不一样。啊，可是你服了他这个处方呢，这药到病除，你就恢复健康，就恢复正常了。这叫善巧方便，不是这一个方子什么人都可以用啊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啊，净宗法门。也是善巧方便的、啊、也不是一个方子、啊、这个我在讲经教学的时候都跟同学们说过、啊、比如说弥陀经，我们初学的人、啊、弥陀经会念的意思不同，我们学弥陀经跟谁学呢？你得去找一个老师找多了也要出毛病，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啊。啊，自古以来弥陀经的注解有很多种，我们要依呢注于一经，依一种你就会有成就，依一家之言
啊，这个老师虽然不在了，我们做他的私塾弟子。啊，就像孟子一样，孟子私塾孔子。啊，孟子跟孔子相去100年了。啊，所以孟子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啊，不是同一个时代啊。啊，那我们可以跟莲池大师学啊，莲池大师的苏超啊，我们就用他的注解啊，或者呢跟藕益大师学，藕益大师有要解啊，你这就对了啊。这两个人我是依这两个注解，我学这个弥陀经依两个注解，两个注解不能同时学啊，同时两个人不行的，他一个老师啊，我是先学莲池啊，学莲池我学苏超，讲苏超啊，讲弥陀经完全依照啊这个苏超来讲解啊，我好像是讲过两遍。哎，第一遍没有录音，第二遍呢留着有录音带。啊，然后呢我再学要解，啊，要解好像也讲过两三遍。啊，再把它汇合起来。这才行啊。啊，不能同时搞许多这些注解。同时搞许多注解，就变成大杂烩了。啊，那个是吃力不讨好。啊，这一家这么讲法，那一家那么讲法，讲到之后让听众啊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跟哪个学好。啊，所以只能够取一家，这是从前李老师教导我。啊，你讲这个佛教的经论，一定依靠一个注解，啊，而且老师教导我们，要以古注最好。啊，古注是什么？古注是经过历史考验过的。啊，多少高僧大德们，他们看过。如果有问题，谁传他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入大藏经？那一定是历代祖师大德多了都佩服，都赞叹，都依照这个学，才能入藏，永久流传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就是历史的见证。啊，这个我们从这里断疑生信的啊，那么这些都是设于善巧方便啊，我们自己的利益啊，我们要把自己修学的这个经过啊、方法、受益。转告别人，劝导后学啊，提供给他们做参考啊，这都是为人演说啊，精勤发奋努力，才会有成就。如果懈怠
常常中断，就很难成就啊。啊，我们在一起学习，我也常常有一些事情，啊，不得不中断几天。啊，那么这次有一次环球旅行呢，我们中断了一个多月，我很难过。啊，希望以后啊，我不再中断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啊，我还是愿意天天跟同学们一起来学这部大经，啊，那么这个大经我们参考的资料主要是清凉，啊，用李长者的作为补充，啊，大概取清凉应该是十之八九，啊，取长者的这十之一二，啊，做补充。这首偈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啊，清凉的注解，很丰富，啊，诸位也要愿意学习，自己可以去看，啊，不难，不难懂，啊。